我知道南州他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百福国中小班班班的两个月就出发了，然后中文队也出发了，德泰之道小尖兵也出发了，公月号小队也出发了，国中巴西队开始路上的障碍物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区。海福国中小班班班队也是已经进入第二轮，第二轮的场地。好，南中北路队把门打开了哦。中巴西队已经有量放到地上。
你有何關聯啊？好，现在比赛时间还有2分45秒。Thank you.